我哋去東鐵先，係嘛？先，先。Next train 18分，8分嗰班，先。141。咦？呢双四号月台有架九卡嚟嘅。12卡。一阵间坐你嗰架19卡车我翻嚟嘅。咁一阵间咧，我系坐12卡车去嗰边。12卡，好，我哋坐佢隔篱四号月一。啊，呢度以前咧系西铁线月台嚟嘅，而家拆咗啦。嗰边呢度下一班车嘅，哦，下一班4卡，呢度4卡。四号月台下一班呢度九，跟住嚟噶，嚟3列9卡，呢度1列9卡，一阵间又坐12卡列车。呢度系以前九铁红磡站个位置，即系而家嘅。阵间咧会等坐12卡列车过嚟，所以而家等住先。上水的12节车厢的列车即将到达，请先让乘客下车。12号 train to Shanghai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 呢度就係佢嘅12卡列車嘅座位，就幾大啦。佢嘅座位就係咁嘅。嗱，first class 嘅 fourth quadrant with different， 你可以 compare 個 comparison。嗱，我哋 sit on the first class。我都係啊，係啊，坐東鐵線啊，做一個比較啊，一陣係12卡同9卡比較，咁啱，難得啊，好。年初一啊，啱啊。依家大部分車都係港巴。係啊，冇錯 ，out train 嗰架 Hyundai Rotem。我記得個9卡啊嘛。
first class 望，我影到個 first class， 因為原來行車片段嚟嘅，其實呢個望到影到個車頭啦。哦，到旺角東。聽歌一邊坐遊車河嘅聲，係啊！我又係遊車河嗰啲。新年啊，第年初一揾日啫，我真係終於有得遊車河。咦，有機會下次就先拍完東鐵線啊！如果唔知道初二定初三，唔好去啲高危啲嘅地方。係啊，都係啊。我老豆都係咁坐。係啊，都係係啊，都唔會坐係啊，所以都唔會話坐乜荃灣線㗎啦，因為荃灣線嗰邊真係爆得好。東村嗰邊咧，疫情好嚴重。冇錯 ，Sorry。Thank you， 唔該曬。跟住去完幽景，你再翻，即係我唔知諗住下一個行程係點。嗯。請小心空隙。即係荃灣線都唔係坐咁多，可能坐港。之前我見到幽景裏原來有個電視台啊，成日大台咧拍啲車禍戲都係嗰邊嘅。哦。荃灣下一條，如果個港鐵行車片段應該是東鐵線比東鐵線比較十二卡 vs 九卡，跟住再下條就應該是南港島線，因為我學校就近南港島線嘅。你係香港仔工業學校啊？啊，你係啊係啊，冇錯。我而家 MU， 不過喺英國讀過書咯。MU 哦。之前就聖馬多諾中學，哦，跟住發覺喺嗰邊讀到，即係嗰邊本來讀得好開心，點知咧越讀越即係越讀越大壓力之下，咪為咗外國咯。點知而家三年後咧，外國爆疫咧，就翻嚟香港。哦，等下次儲得一大筆錢再去英國啫。哦，再去見翻啲朋友。我下一个站喎 ，OK， 一阵间见，一阵间见，睇下会唔会同车 ，OK， 一阵间见啊，可能大埔墟站定唔知边个站，知道吗？定唔知啊？我唔知啊，可能我唔知啊，地铁去到边噶，个东铁线去到边噶嘛？随时电联啦，如果有咩资讯嘅话。我過隧道了，去到大圍。這個呢就看到現在我在東鐵線 的一個隧道部分，不過呢它電話打電線，因為它的 speed limit 不停變加。的確呢，我唔～
的確是有啲唔同嘅。一站沙田
好似多十二卡啊。哇，識喎！哇，哇 ，speed limit 都爛咗咁多嘅。呢個就放嗰啲通勤小車。
站在大学 ，Next station University， 请小心空隙及留意月台与车厢定义嘅高度。Please mind the gap. I'll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in level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train. Please stand by for the train doors. 呢段就长啦，去大埔墟。仲要兜個，跟住徒步逛高落去跟大埔區，大埔區而家已經開始經大埔舊隧道，再經呢段隧道再，然後就入到去，好快就去到大埔嗰邊啦。
大埔區嗱，呢度有啲 park and ride 嘅，俗稱大埔區一站有啊，新界道。其實我想食咁嘢，應該係真實。2500伏嘅電。好快就到泰和啦，差五幾走咗，要翻到去。Okay。
开始唱啦。都便宜啦呢度，哇都有车啊！啱啱有啲巴士啊，见到79X。四点已经去到粉岭公路嘅中间。就去到市坑深水埗頭，深圳站。终点站是上水。四点去到粉岭啦。
終點站啦，應該係上水。站喺呢度，終點站，全部乘客要落車啦，要。哦，呢個 terminating platform 嚟噶啦，呢個係，因為咧，羅湖嗰邊未通關就唔同啲，咁都要乘客落車啦，要乘客，走。轨道范围，如需取回跌下轨道的物件。